哎呀，这把滔博的阵容就相信中上，打野是不用相信的，打野已经是足够猛了，怎么都得尝试越一下的，不可能南博吃线吃不到线，然后奎桑迪吃线呀，哎呦，好偷，多偷了一下平 A 了，这里已经，但是这里瑞尔戳空了，应该能杀，但动线没了，糟了。完了呀，这技能全空了呀，我操，那好像也没有办法拦截了，蝎子从后面来，369了，闪现还差一点，六级了，嘎了。完了呀，这盘南博已经退出游戏了，人头回上去还可以了，第一枪中了就有点危险了，不过猪妹已经在旁边了， OK 没问题。在干嘛呢这个镜，蝎子瑞尔有闪吗？哎，镜 W 空了，还可以反打，漂亮 ，nice， 双杀，差一点没关系，一个人头也够。OK， 上路这波越塔滔博应该没问题吧？闪现直接吸进就完事了，后面直接踢了。哎，杰克完了，杰克死了，死定了。人头给到谁？金要 K， 好 K， 好，让六九再发育一会儿。带奎桑迪有大的能带进去，也还行吧，自己的技能省下来了。这猪妹要被打闪了，哇 ！Q 三回来这么装吗？永恩一个大没问题，装什么呀？你到底在？还要装？谁打输出啊？弗兰提克。猪妹来下路保一手，六九一会儿要不越塔了。但蝎子旁边这波已经被测到了，六九死了没关系，瑞尔还在，还能打，再踢一个蝎子，扯到还不卖弗兰提克，这里小火龙还要战斗，很凶啊，弗兰提克打的还在往前拱，闪现 AQ 根本杀不死，在装什么，这火龙空到死没问题，弗兰提克不想玩了，我感觉滔博还是要加快进攻脚步啊。什么情况啊，有人空大，闪现要没了呀，我还被扯回来啊，现在只能等永恩了，我觉得就是干吧。哎，六九这里怎么又被逮了啊，什么情况，哎不是，这把怎么玩着又在等哥哥了，不是啊，好好的吗，这不是，这突然又到相信 AD 环节了，有点不太妙啊，但是杰克这盘打团真的不好 A 人啊，就还是得小心的，哦呦，这里砍人很痛，什么情况，弗兰提克还要来打，南博交替行吗，能交 TP 吗？六九，哎呦，交 T 交的能这么晚啊？369啊！哇，这 TP 还好，也无所谓了，对面根本没伤害的。六九这里 TP 交的很晚，这一波还是靠女枪这个大招扭转的战局啊！真的，这 TP 交这么晚，我都感觉要出事儿，真的。蝎子在侧面，感觉他不肉啊，要死了，蝎子又是一波大招 AOE， 帅呀、啊、滔博这里大招的 AOE 非常来劲儿，差一下一个人死不了没问题的，这一盘激了，已经激了，大龙在一拉结束了，我滔博比赛节奏还是快的，真的很快，小火龙225层呢，有什么用啊，死了，遭单杀了，哎，这英雄有多变态，你们看看吧。完了，哦，打断，瑞尔直接上去闪现，没够闪现打断，不让进狙第四枪。MF 这个大招怪袭的满满当当，弗兰提克的上野两个大肉都顶不住。OK， 帅，结束了，有点效率啊，二十来分钟要一波了，根本守不住啊。感觉庆这英雄有点版本陷阱的味道了，这两天玩庆的全输了，
昨天的韩华玩尽的全输了一波吧，滔博 A 加呀，哎，怎么走了？打呀，没可能跑的呀 ，no QQ， 哎呦，杰克爱，这把 MVP 应该是中野给一个了，杰克爱。杀人还是 A 加 ？OK， 要杀人，但是六九这里一巴掌是把主力 DA 掉。恭喜滔博啊！杰克杀了几个、啊、兄弟们？给大家开个幺八八。应该是五个还是四个？我不管，我投给杰克。虽然 MVP 是永恩的。